GCS 夏季赛即将拉开帷幕，在开赛之前，让我们迅速跟随提米一同来了解这次凯撒路赛场上不可理喻的选手阵容吧。首先值得关注的是 ACS 的新秀 BMG 蔡，他将首度踏上 GCS 职业舞台。在 ACS 校园联赛期间，他在道江哈士奇效力，擅长的英雄包括小青、龙马和飞泪。究竟由他所操刀的刺客型斗士能在学长们的夹击下走过几个回合呢？让我们共同期待这位来自 ACS 的超新星在赛场上的发挥吧。接下来是春季赛在 MOP 效力的可爱，这次他转到 One Team 与伦敦一同轮替凯撒路。他擅长的英雄有青燕、吕布和龙马。他的青燕常在后期发育成型时展现出多次令人印象深刻的操作，而与他风格稍有不同的伦敦则善于担任开战或切割战场的角色。他的龙马、小青和叶娜都有超过 50% 的胜率。针对这个赛季的凯撒路战力加强，是否能为 One 带来新的变革呢？再来我们要介绍的是上赛季例行赛第二轮才加入 DCG 的选手东，和其他一线凯撒路选手一样，他的龙马胜率高达 80%， 可以说是为上个赛季的 DCG 贡献了不少胜分。这个赛季随着教练宇翔的加入， DCG 在 BP 方面有所补强，我们非常期待他是否能够继续依靠这个得分利器在赛季赛中发挥关键作用。接着让我们认识一下才刚获得 APL 2023季军夹击的 BRO 皮卡，他的打法和其他凯撒路选手有所不同，除了龙马以180胜率脱颖而出之外，他的第二和第三高胜率的英雄分别是莫拉和诺克西，前者擅长打消耗，后者擅长开战。相较于叶娜和青燕这类切割战场或后期输出的角色，他更倾向成为团队的中坚力量。 BRO 能否继续依赖这样的战术策略来获得胜利，值得我们拭目以待。接下来让我们认识一位挑战者们绝对不会陌生的选手，他就是 HK 的阿峰。虽然在 GCS 春季赛中他的表现平平，然而在 ABO 比赛时他仿佛找到属于自己的节奏，多次在战斗中展现非凡的操作，尤其以弗洛伦的表现令人难以忘怀。期待在这一次 GCS 夏季赛中，他能保持这份疯狂的精神，在战场上大放异彩。最后我们要提到上个赛季的 MVP 王乃绿，无论在 KDA 首杀参与率还是 MVP 次数上，他都是凯撒路中的佼佼者，也是 FW 获胜的重要关键。而且随着他参与过越来越多次的比赛，他在赛场上的表现可以说是越来越亮眼，而且这一次更是补进了同为 ACS FMVP 的打野选手小詹，期待可以借由这两位 FMVP 的联手，发挥出乃绿身为凯撒路魔兽的强大实力。在本次 GCS 2023夏季赛中，凯撒路选手将展开厮杀，争夺顶尖的荣耀。究竟是谁能够在战场上掌握主动权，为队伍奠定胜利的基石呢？我的实力不可理喻。